等一下，可以了，可以开始了是吧？嗯，你去看。先跟他讲，准备两个砝码，两个20公斤的，一定要两个20公斤的。然后进内码，同时按住三个按键，温度你要根据你室内温度去调，然后再按开关键，再按一下进入内码。内码就需要放砝码了，先放一个20公斤的。好，一定要稳定，不能太晃。好，跳了，进内码，再放一个20公斤的。一定要稳定。OK， 这就标定完成了。